到今天，你还以为叫他有用吗？温竹柳，你不会真以为你能在我的手底下保住他这条狗命吧？拼死一试。 好一条忠心耿耿的走狗啊！知与知，不能不报。笑话！凭什么你的知遇之恩，要别人来付出代价？你的剑，谢了。臭小子，这3个月你跑哪儿去了？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。不是说好在山脚那个破镇子会合吗？我等了你5天，连你的鬼影都没见着。这3个月，我怕极了。前些日子，我和蓝二公子偷袭了不夜天教化司，他们说你被扔进了乱葬岗。 我要是被扔进乱葬岗的话，我还能活着错在这儿？那倒是，被扔进去的人就没有活着出来的。那他们把你抓去哪儿了？夷陵还是不夜天城？还有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吗？我变了吗？也没有吧。不过这3个月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前些日子。 我和蓝二公子夜袭围杀文珠流，结果被人抢了先，没想到会是你。那些符篆也是你改的。如果我说我逃命途中进了一个洞穴，那个洞穴有个世外高人留下来的绝密典籍，出去之后就能大杀四方。 你信不信？得了吧你，传奇画板看多了吧？哪有那么多高人？遍地都是密洞秘籍。你看，说了你又不信，剩下的我回去慢慢跟你说。也好，以后再说。回来就好。